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但是我的人生不是那样子啊。不过我对婚姻的想象是那样没错了。也许我写的根本是垃圾。傅先生您好，欢迎回来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喂，你为什么觉得魏晶的沙漠是婚姻的隐喻啊？滚烫的沙，干燥的心，没有尽头的沙丘，没有对白的世界，还有那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。你讲婚姻，我讲的是人生，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但是我的人生不是那样子啊。不过我对婚姻的想象是那样没错了。也许我写的根本是垃圾。干嘛这样讲话？你们不出版呢？大凯，我们出不出版都不该影响你对你作品的判断吧。我问你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空间，是不是代表你不喜欢整间房子？这跟整间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都是一样的风格啊。我们可以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吗？为什么？我刚刚不是一直在讲，这是小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都不能在家里写作了，怎么会是小事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才是重要的？你发现我开房间，为什么不直接问我？干嘛跟踪我？你真的觉得我会外遇？不是我要怀疑你，但如果不是外遇，你应该就会跟我说旅馆的事吧？说了会比较好吗？说了不会比较好？为什么说了不会比较好？我很累，我不想要讲。你跟我说啊，为什么说了不会比较好？就跟我说嘛，你说说看啊。因为你就像现在这样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我在家里面写不出来，我就到外面写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解决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？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就是应该分享所有的事情啊，不是吗？